你怎么小眼睛红红的呢？没有，乖乖。哎呦哎呀，哭了，哦，就委屈了。怎么的？我爸爸是不是对你做了什么？没有，是委屈了？没有，欺负你了？我爸欺负你了是吧？没有。好来来，是他欺负你了吗？没有，乖乖。把爸爸拉走了，不然爸爸变相要说的，不能这么亲热的。哎呀，咋了，乖乖？哎呀，哎呀呀。咋了？是受委屈了吗？没有。那为什么会哭鼻子呢？我跟叔叔都希望你可以好一点。哎呦我的天！哎呦我的天！乖乖，哎，我想你。我想大家都对你好一点。怎么了？大家是对我不好吗？大家对你好，但是我还希望可以对你好一点。哎呦，好，大家都对我好。乖乖，我小眼睛疼。揉一揉，不哭了就不疼了，好吧？乖乖。哎，我觉得你受了很多的辛苦。哦，没事，没关系，这个都不重要，没事儿。哎呦，委屈了是吧？是委屈了吗？嗯，没委屈。我怕你会不愚壮。我为什么会不愚壮？因为你太刚强了。嗯，我太刚。每次我喊到你的名字，看到你的人的时候，都会给我很多的能量。你就是我的暖宝宝，也是我能量的来源。哎呀，我怎么都感动了。我觉得海涛是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爸，然后他是第二个，最爱我，然后最疼我的那个男人。修成正果了，你们俩、哎、太棒了，对吧？太棒！谢谢大家祝福。